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成人自学钢琴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五声音阶和蓝调的不同。咱们中国的五声音阶啊，或者说东方色彩的五声音阶呢，是哆来咪嗦拉。哎，这是五声音阶啊，哆来咪嗦拉。然后呢？大家试一试，看一看，感觉一下和蓝调有什么区别啊？蓝调是这样，如果是右手的话，哆来咪嗦啊，哆来咪嗦啦，这是五声音阶。那如果是哆咪嗦啦加了一个西啊，降西，就是蓝调的味道了。加了一个降西，就是蓝调的味道了。比如说我们的右手哈，哎，已经这种的节奏已经有蓝调的味道了。虽然它也是在五声音阶里边，哆咪嗦啦。哎，已经有蓝调的味道，但是加一个降西。蓝调的味道就更浓了。是不是蓝调的味道更浓了？所以呢，五声音阶和蓝调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别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，拜拜。